院长，本院各位委员，两年前的今天，也是11月29号，有上千名希望改革台湾民主的朋友，在台北市，在全国的各个街头，进行了所谓割阑尾罢免行动的联署，在同一天，也在进行补正公投法的联署。两年前的今天，这一群年轻人克服了我国选罢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严格联署限制的门槛，在一天之内征集了30000多份的联署书。不过，在所谓罢免双二一门槛的限制之下，这一场割阑尾的运动并没有成功。虽然这个样子没有浇熄他们的热情，也没有让他们放弃改革的意志，割阑尾的团队、人民做主的团队、岛国前进的团队，还有公民1985的团队，马上接续发起了还权于民，要求补正公投法、修改选罢法这样子的行动。时代力量一方面非常的高兴，在今天选罢法的修正终于排上院会的议程，渴望在今天完成二读以及三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感谢过去这一些年轻朋友们，他们不怕烈日，不怕雨淋，在街头上希望为所有的人民争取回来在宪法里面本来就赋予我们的直接民权，包括了罢免权，还有创制复决权。我相信今天选罢法的修正，包括了把提议的门槛下降到1%，把联署的门槛不仅下降到10%，而且联署的期间放宽了1倍，同时也建立了所谓的电子联署系统，同时把双二一的门槛予以废除，可以说是实现直接民权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时代力量党团虽然对于初委员会的版本的第90条还维持所谓1/4的门槛抱持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法律能够完成修正，绝对是人民的胜利，人民的成功。他也提醒了在议会殿堂上面的每一个代议士，不要忘记改革的承诺，也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在今天选罢法完成二读三读的立法程序以后，我们希望另外一个直接民权的法案补正公投法能够早日在这个议事殿堂上面完成二读跟三读，实现真正还权。谢谢黄委员。第三位国民党党团不发言。